这个是猪排蘸酱，这个需要介绍吗？不用不用，谢谢。我先能拿到外面去。这个我们看芝麻，我们看到芝麻酱，这边有配送东西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谢谢你。要一个儿童餐是还是不要？一个儿童餐是好，那就只能讲。如果你要过来，好好好，那你坐进去。好的，好的。
Thank you.
然后
今晚搞个妆。